滑，然后呢它是宽袖，所以你如果夏天有一些什么一字领啊奇怪的袖子它都可以驾驭，它有一点点这种小 oversize， 然后呢它还可以遮住我们的屁股，所以当你在穿 legging 的时候你就更加安心了。它常规常要遮屁股对不对，又要遮腹部，但是侧面的话它不会让你腿短，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基础款，然后非常凉。那我自己最爱的就是它的颜色，然后你们也可以绑带，然后呢也可以直接当罩衫，那颜色呢会让你的气色非常非常的好。这个颜色是大家衣柜里面比较没有的，然后帮大家推出这些颜色你们都可以延续到秋装，所以呢都不用收。